华中文电台与资深美食生活博主田园共同打造田园阿婆的电台时光，每个星期天晚八点锁定温哥华中文电台 AM550，和田园阿婆一起解开好好生活的奥秘。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田园阿姨。我一直在摁问题。我先保留到下一期。圆满，开播成功！开播成功！开播成功！